钱先生能做到观察员段志明给他提出的这两点要求吗？江女士又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呢？面试环节回来，我们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。这么多年你辛苦受累都在我心里边，一切的事情我都清楚，你的身体不好我更清楚。我虽然就是说现在挣不到很多那么多钱，但是我会自己去尽力去做，动手打你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从今以后咱们和和睦睦的，开开心心的把这个家庭过好，最后的时候还是我们俩走到最后，两个人好好干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好好去干。咱们没有大本事，挣小钱。行，有这句话，我什么都知足了。往后的日子，咱们就这样平平安安的，一家和和睦睦的，就这样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行了。你们俩有个误区，我非常不赞同。嗯，就拼死拼活，现在挣到这些钱，就为两个孩子结婚，先让孩子们自己闯闯啊！你们现在心里很焦虑，特别是这个妈妈，这个钱先照顾你们自己，尤其是健康。孩子先鼓励他们自己努力自力更生呢，这个整个大家庭才会好。最后呢，我们送上由苏萨山楂椰汁送出的椰汁，自然新鲜与挚爱分享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谢谢啊。谢谢老师。结婚20年，夫妻俩也为了两个孩子打拼了20年，如今孩子大了，家里有房有存款，这一切都离不开两人的共同打拼。或许正像调解员胡建云所说，夫妻俩是时候歇一歇，放下那些责任和枷锁，学会享受自己的人生。江女士为了孩子，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，那是她的一片慈母之心。但她忘记了，比起一个富裕的童年，孩子更需要的是一个温暖快乐的童年。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家里的温度和笑语。而同样，我们也希望钱先生经过这次调解，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妻子，学会用温情去融化他的焦虑。